我帮你准备好了一套服装。这个确定我穿得进去吗？这是什么头发？这是什么头发？这是什么？只是穿和他累的。之前我们拍过一支影片 ，Eric 在里面问我，我最想跟哪位女 YouTuber 拍片？我想跟麦克拉。这天终于到了。最近好莱坞大片 Barbie 超级红，好莱坞附近还设了一个 Barbie 主题的体验馆。这次弟妹刚好来到洛杉矶，看她在这么擅长变装的份上，我们打算给弟妹一个大惊喜，让她 cosplay 成芭比娃娃去 Barbie 的体验馆的现场。OK，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弟妹的饭店，我正在楼下等她。没错，我现在很期待去弟妹的房间。干嘛呢？你要看去弟妹房间干嘛？看他的房间的状况，因为大家不是说弟妹就是很脏啊，然后网络上一直说弟妹很乱啊，好奇到底是真的那么乱。然后我们已经带了这大包小包来帮弟妹变装。其实我们真的很期待跟弟妹拍。第一次合作竟然是在 LA， 难得他来，先去突击他房间。是 ，Let's go。准备好了，要去玩了吗？完全不知道你们要干嘛哎。那我们要带你去那个 Barbie Exhibition 啊。哦，对。好，我们可以去你房间用个厕所吗？可以啊。没有厕所，没有那个我们对比较需要私人的，我们需要私人的空间的。对。我跟你讲，等下你们看到我的房间，你会吓一大跳。为什么？很干净，看就知道。Welcome to my humble abode。哇，这个枕头什么意思？枕头为什么要放在那边？是晒枕头。对，这什么意思？check this out. So you see the Hollywood sign. 这里很棒哎。有没有看到？然后呢，下面就是快速道路，一天到晚都在吵。这可以隔音。而且想不有没有帮助？哦。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是这样子。好暗哦！第一次看过你这样穿隔音，不过你房间比我想象中的还干净嘛。我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原来，我住下来已经两天了。阿丁看到这个影片应该是会蛮认同的，对，他会觉得说你是假的，对啊，第一面很明显知道我们要来了。你昨天瘦了多久啊？晚上瘦了蛮久的，然后我就是两大箱行李箱，我已经请朋友帮我代为管理。对，脏乱的根源已经被带走了。但是脏乱的根源其实是 always here。大家上厕所吗？对，我们要上厕所。对，我们上厕所。没有了，我就只是想突进你房间了。我想说都到 LA 了，我们一起去 Barbie 的那个 exhibition 了， right？ 我们应该要穿的比较适合那边的环境，对，入境随俗，所以我帮你准备好了一套服装。这是我的服装，这是你的服装，这个是个人 luggage， 等一下也要去其他地方了。是，好，这个衣服我是觉得蛮跳脱的啦。I'm not prepared for this, yo。弟妹是喜欢 Barbie 的吗 ？As a kid， 这个 What？老实说，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服装，我觉得还蛮亮的。没有，确定我穿得进去吗？应该可以吧，可以啦。他们电影里面 Barbie 的那个穿着，就是那种叫 Yoga 的那个服装，对，加个腰带哦。Oh my god， 我已经不是年轻妹子了。OK， 你要这样穿是不是？对啊。既然都要去 Barbie 的 Museum， 不能只让弟妹变装啊。我们其中一个人，不要拍我肩膀，我会变。其中一个人就是要变成 Ken， 由弟妹来决定。看你是要直接选还是你随机决定？好，你们就猜拳啦！猜拳哦！我要猜拳啦！猜拳哦！要不然就叫小咖好了。小咖脸朝上就是你当，小咖脸朝背面就是 Eric。OK， 朝背面什么意思？就背面朝上，就是。他 face up 的话就是 face down 的话就是我。All right, you ready? Ready. Face up, face up, face up.不要拍我肩膀，我会背。我发现一点哦，因为他肚子是凸的，肚子比较容易弹。再试一次，我再试一次，怎么可能？是啊，你看 50-50 啊，好看啊。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他们两个变装后我们想象的样子是什么。弟妹跟叶会变得这个样子哦。太 real 了吧，不要那么 real 了。很明显我们还要准备假发，不过你现在头发也是蛮金的啦，
No, it's totally different color. 哦，我们最近对假发非常非常有心得，就上了一支我戴短的假发去整我哥的影片。那我来开箱。你是买我的 size 的吗？已经内定了，先内定，因为你只能买大啊，小的我没办法穿啊。而且我觉得你的肤色比较适合 Ken， Ken 就是运动阳光的，就是要黑黑的。白了吗？黑黑的哪里有我了？那就让他们去变装吧。这裤子是不是有点松？这是几分裤？这是我跟你讲，他的服装就是长这样子。我买的时候想说，靠，这裤子也太长了吧，好奇怪哦。哎、欸，我觉得很适合你哎。因为董现在变得精神有点无精打采的。没有，我跟你讲，你其他配件也装上去以后，就变得 Barbie 的感觉，你会自己想跳起舞来了。这衣服真的很难驾驭，你知道吗？哎、欸，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 Ken 跟 Barbie 的衣服都挺难驾驭。对，哇。Barbie 的样子了，哎、欸、，Ken， 卡金啊，哎、欸、，Ken 的蛮好看的、啊，是不是？是谁啊？非常适合在 Hollywood 走动的一个人。好，燕准备好了，我们先让他来走个舞台。这是什么？我怎么觉得有点像日本人？这个头发，这什么头发？这是什么头发？这什么头发？在你的 Kobe 也没有剪头发。对，哦，这好好笑。有点像那什么日本暴走族，然后前面是有点 Justin Bieber 的感觉。啊，弟妹状况怎么样？哎、欸欸，很棒哎、欸，很棒啊！哎、欸，弟妹不错啊。Hi， I'm Barbie。Hi， I'm 林老师。然后长得超像那个《死神》里面的第十番队长。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少了一点东西？什么东西啊？少了，尤其是燕啦，以免你会帮燕化个妆。啊？他需要化妆吗？他需要啊，他现在不够白啊。奇怪，你刚刚不说你脸是黑的？他脸是白人，好不好？他是白人。对，我们准备了一个化妆包，他健康的肤色了，好不好？我很健康肤色啊。太黑了，太黑了。然后这个头发有差异，有差哦。你知道有时候你网路上在逛的时候，你拿到的东西跟你在网路上看的。会有点落差。哎、欸，弟妹，你这假发配着眼镜，这个装扮很棒哎、欸！我突然变很日系的感觉、欸。Ken 觉得怎样？你说刘海部分吗？对对对，我觉得跟我差不多，我觉得蛮搭的啊，很棒。旁边放一个已逝去的 Ken R I P， 发现不是黑白的。我没有帮男生化过妆，哦，假发先拿起来。对对对，因为等一下会画到你的眉毛，它是润色防晒， okay. 所以防晒一定要先上。你就可以这样子点点点。哦，这样。对对对对对，额头也要。对对对对对，很棒，就像在擦防晒那种。保养，保养比擦保险。这个 Ken 在后面看着你们互动，我觉得很好笑。Ken 的眉毛是棕色的，可是我的头发是金色的。对，至少棕色的眉毛配金色会比较顺，因为都是淡色系。我这样太突兀了。差很多吗？我觉得差蛮多的。差蛮多的。什么表情？这个肤色目前有点怪怪的，现在是僵尸的感觉。我的粉底液一定太浅，所以我们可能要用最右下角那个。右上，我觉得不要太深耶。右上吗？这个，我们先用这个示范看好。有哎、欸、有哎、欸 okay ，有 Ken 的感觉了。如果你画一点阴影，把它在人生中里面画一点阴影，已经充满了。Ken 你觉得怎么样 ？Ken 最在意的。我还没看过我自己。你要不要看一下？那我先看一下我自己啊。It's very good. You think so? Very American. 它是 American. Well, we can try to do a shade like darker. All right. Oh no! Is this better? 现在跟照片的肤色比较像。为什么 Barbie 跟 Ken 的世界外面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在讲？这是我的旁白。And little did Ken know, today is gonna be a really interesting day. 摸一遍，摸一遍，好死啊！哎、欸，很像哎、欸，我觉得很棒哎、欸。你们现在进入 character 喽 ，Barbie and Ken。Hi, Barbie. 我很破音。How about you? How about you? Too much karaoke last night. Oh, what happened to your hair? I dyed it last night. Oh, okay. It looks good on you. Are we going out now? Yes, we're going out to a date. Let's go to the Barbie World Tour. I'm a Barbie girl. It's Barbie World. 干嘛？哎，我觉得弟妹自得其乐，不错不错。Barbie! It's Hollywood! Oh my gosh! Dream place! I'm so happy!
Anything is possible, Barbie. Okay. Anything is possible. And there are trash cans over there. Trash can. Cannot. Trash can. One trash can, two trash cans. Three trash cans， 哇，弟妹是很开心，面 party， 还不错。没有啦，因为我觉得就是穿起来没有想象中可怕。不会啦，很哎、欸，真的很适合你。而且我们刚好在好莱坞，就很 like everything makes sense。Yeah。Hello, girls, ready for the tea party? All right, I'm on my way. Ken doesn't have friends. Oh, I look so pretty. Do I look pretty? Pretty. Oh, thank you.Here. You want to be here? No, I want to go back to bed. Oh my god! World of Barbie, 回到了你的世界了。旁边的妹妹，她很羡慕你。Oh my god! 大家穿粉红色的，好多 Barbie 哦。I'm the real Barbie. 好，你们去 compete 一下喽。都没有 Ken， 都只有 Barbie。弱弱的大家。弟妹是不是以为他跟你合照？老实说，都没有人当 Ken 啊，太无聊了吧。Hey Trash Can，Trash Can， 新粉丝。Do you want a picture with Ken？ You want a picture with Ken？ It's okay. Sorry, Ken. 有想象还要多人，真的，欸、好多人哦。Barbie 今天的美梦要成真。No, I'm not. 好，回家喽。Show you my home. 好了，我们来开箱 Barbie 的家喽。This is my home, my living room. 这是我的厨房，上课我会边饭，做一些烘焙。Ken， 你吃一个给我看。我平常吃太多了 ，Barbie 平常都会做给我吃的。这个是给你吃的。你要吃啊？靠呗，拿不起啊。这是给你吃的，快点。有真正的能力的人就可以拿得起来。对。拿不起啊。大家说我的 movie 在 July 21st， 烂大荧幕哦，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支持我演电影。哎，我有参与，那个电影我也在里面。OK， 我们没有业配的电影哦。DJ Barbie drop the beat. 原来 Barbie 台湾人哦，这是台湾女子。他会很多种语言哦。Oh, what else? What else? 马来西亚还是马来西亚？你好酷哦！对，沙沙呢 ？Thank you 啊！大丈夫ですか？你要在的冰冻的天气，那是最好的。哎，这Barbie在自嗨哦。Thank you, Oprah. It's an honor coming back to perform this year. We love you. So you can. Who's Nikki? Nikki is there. Don't worry about her. Who's Nikki? She's just a friend. Stop asking those questions.好了，弟妹，你有没有觉得你今天完成一个原本没有在你人生清单上的东西，今天被放上去，然后把它 cross out？ 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哎，因为我真的一辈子都没有想过我会来到这种地方，然后 dressed up as Barbie。我觉得 Ken 应该也没有，到现在又觉得好像有点太 over 了。我看弟妹在里面超嗨的，对，而且很多人在里面看到你会觉得哇，我今天他们看到 Barbie， 真的觉得是公主的感觉，我就觉得哦。然后我也很开心，真的很谢谢弟妹，就是很配合。这一集跟电影其实没关系嘛，对不对？对。可是我现在弄完这个体验，我其实蛮期待电影。谢谢弟妹来跟我们拍片啊！我们在弟妹那边有一支影片，我们带弟妹去看 LA 的私房景点，私房景点，超酷！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弟妹的频道观看。Bye Ken and Barbie。Bye。他反正是比较好看，没有，我觉得没有。他被要 IG 了，他被要 IG 了，怎么都没有人要跟 Ken 要啊 ？Do you want Ken's Instagram？ OK， 那。他给我台阶下，他给我台阶下，我不要这么明显。